现代人的生活忙碌，在饮食方面经常选择美味、快速及方便的食物。这些食物一般都偏酸性，并会导致营养不良、酸性体质、缺乏专注力、嗜睡等健康问题。相反的，人体需要从每日的饮食中摄取多达60多种营养成分，以确保身体处于最佳状态。若缺乏其中一种必需营养素，将影响其他营养素的吸收量，进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。长期如此，会导致体内营养链遭受破坏。根据专家 Dr. Redner Berg 认为，要维持良好的健康状态，我们必须保持均衡的营养，即摄取80%的碱性食物及20%的酸性食物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每天摄取9至17份量的蔬果，以达到均衡营养。今天，您可选择全天然、碱性、有机，其蕴含超过60种营养素的有机蓝藻作为您的营养凉拌，它就是您的生命粮食。有机蓝藻具有5大特点。专家指出，有机蔬果比一般商业种植的食物含80%更多营养成分。有机蓝藻在每个培植过程中都受严格控制，以避免污染和保持其营养价值。有机蓝藻经过逾30年的研究与开发，创始人黄唐庆云博士是蓝藻先驱者之一，成功设立了第一家工业规模的蓝藻培植池。他的儿子黄唐泰昌博士继续他的传奇和研究，进而揭开了许多有机蓝藻的惊人疗效。有机蓝藻的6大主要生产过程，包括研究与开发、培植、前期生产、后期生产、品质管理和行销方面，已获得多个认证和荣誉。有机蓝藻已在科学和临床上进行了测试，研究表明有机蓝藻有助于：一、帮助降低 LDL 胆固醇高达78.9%；二、SOD 延缓老化过程将近50%；三、改善消化道菌丛的数量高达16%；四、降低脂肪肝问题的风险高达50%。五、增加血液中 beta 胡萝卜素的浓度高达3倍。特点五：辉煌的记录。有机蓝藻帮助超过100万名的忠实消费者改善他们的健康，使它备受信赖超过20年。有机蓝藻是适合全家人的超级食品，它是婴儿营养的绝佳来源，它也是儿童大脑的食品，它有助于成人抵抗疲劳及减少辐射问题，为银发族补充营养不良和改善消化问题。除此之外，它还具有抗老化的功能。有机蓝藻，您不可或缺的生命粮食。